刚刚好像有同学，因为我这边直接输出和气逗点和气哈，他这边是 OK 的，可是，在 Make 里面好像它就不允许，就变成说你这边可能第一个参数哈，就不能用和气，你第一个参数就只能点什么 D2 了，变成说你的公式就变成只能用这样的公式，啊，D2 逗点和气，就是说你就不能像我们刚刚是两个都用和气，哦，好像 Make 上面有这个问题。那所以，如果假设你这边改的话，哈，你用 D2，那一样嘛，你将来输出的公式哦，就是直接改什么？哎，就是把这边的公式和气这边哦，把它改成 D2，然后把这个2怎么样，改成什么 I 就可以了。那改的方法跟刚刚一样嘛，双引号两个，移到中间，and 两个，再移到中间加一个 I 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and 前后加空白。有没有啊？意思就是把那个二哈，用 i 来取代，那这样也输出也 OK 了哈。输出我看一下，应该这样没问题。输出 OK 就完成。啊，结果呢，只是差别这个参数不一样。刚刚好像我同就是有同学用 make 就会有这个问题发生哦。好像还有用新的版本是不是有这个问题？也许该改改看吧哈。反正如果有就是遇到类似的问题，可以这样解。那再来的话呢，也许我们叫格式化。哎，格式化这个地方怎么格式化？意思就是说哈，我希望如果这边排名的数字，假如是小于等于7的话，那就帮我把它同一列的底色改成黄色。哎，程式该如何写？所以再来我需要一个按钮叫格式化。那写的方法一样哦，就是打一个什么呢？打一个 sub。然后空一格，这边名称叫什么？叫格式化，你就在这边打一个格式化，然后直接按 Enter 就可以了。好，Enter，好，然后再来的话，那当然我刚刚讲的范围是第二列一样的范围，哎，所以我刚刚讲，所以呢第一行哈，哦，要怎么写？For i，好，哦，帮我检查一下，检查的范围是哪里呢？一样从第二列到第43列的哪一栏呢？的一栏，所以哦，如果所以条件是如果 if，哎，哪一栏？一栏，那一栏的话，实际上哦，你可以拿什么？拿这个啦。其实写法以后哪一栏的资料，哎，你可以直接拿这个，这边改成一就可以了哈，哦。那一列啊，哦，那一栏的 i 列哈，哦，就是指的是这个，一直往下。如果它怎么样，里面的数字小于等于7的话，有没有小于等于7的话，空一格，然后做什么？那如果这个条件为 true 的时候呢，啊，底下请你 enter 两下，一样打个 and if。反正呢，有 for 就有 next，有 if 就有 and if，哦，这个固定的。OK，对。那要做什么？请你在底下哈，哦，按一个 tab 键，哎，做什么呢？哦，帮我把它这个同一列的 A 栏，哎，同一列 A 栏怎么叙述？同一列的 A 栏，你可以拿这个复制贴过来。同一列的 A 栏，OK，就写成这样。同一列的 A 栏的底色，底色的话呢，其实是 interior 啦，前面好像有，哎不啊，底色哦。如果你实在记不起来，没关系，先把括号先拿掉了。它这边会提示，有括弧不会提示哦。那如果你把括弧先拿掉，等下再补的话，哈。点什么？这边有个底色叫 int，有没有？哎，这边会有个 interior，这个有没有？这个属性的话就底色的意思。哎，底它的储存格的底部的颜色就 color 等于什么呢？黄色好了，哎，黄色就是 RGB，特别注意以后的话哈，只要牵涉到那个VBA 里面的颜色哈。那一律用那个 RGB 这个函数来制定，那最小就0，最大就255啦。那如果说呢，我要黄色的话，哈，基本上黄色就是红色加上绿色，那红色的话刚好就 R 的话255啊，逗点。那 G 的话呢，什么颜色？G 的话也要全部，因为红配绿就黄色，所以255，逗点。第三个他问你说，哎，那你绿色啊？蓝色要多少啊？不要蓝色，所以说零。啊，所以其实啊，红色
加绿色调在一起就是黄色哈啊，后刮弧一下。好，那同一列特别重要 ，interior color 黄色底色吧啊，如果你这样叙述是全部哦，全部都变黄色，所以请你在 sales 后面补一个刮弧，把这个改成 A。OK， 哦，特别是啊，为什么那个刮弧要先拿掉？因为如果你刮弧拿掉，你如果刮弧在的话啊，你刚刚点的时候有没有那个 interior 那个提示不会出现哦，所以为什么要特别刮弧后补？原因在这里。哦、OK， 然后我们就意思是说了哈、哦，如果帮我检查一下，如果这里面呢是小于等于7的话，那就帮我把前面的 A 栏的底色同一列的啊资料帮我涂个颜色。涂什么颜色？涂成那个黄色的底色哦，黄色底色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执行，它很快的哈、哦，全部呢一下子全部都帮我怎么样填好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又一个检查了哈、哦。那最后的话清除，所以再来第四个是格式化清除。那所以你其实可以拿刚刚的上面这一段哦，把它复制贴过来，把它改成格式化清除。然后，其实哈、哦，底色的话把它恢复，所以，如果清除的话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样？把逻辑判断拿掉，然后把它所有的底色哈、哦，都变成什么？恢复成白色。那白色 RGB 是怎么表示啊、哦？其实 RGB 里面哈、哦，如果全部都255的话，就白的。那如果全部都零就黑的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很简单，把这边改成什么 RGB 底色哦，全部都帮我把它恢复成白色。那如果原来是白的就白的，如果原来是黄的那就变白的。OK， 所以哦执行一下，你会发现这些哈、哦、底色呢就全部恢复成白色的。OK 哈、哦，所以哦再执行一次给各位看一下，执行有没有？只要是小于等于，所以这等于7，它就帮我把同一列的 A 栏变成黄色的底色。这小于等于7，哦，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，格式化部分，哦，来，画面呢先还给啊一样哦，我在云端白板上面其实也有那个相对应的，这个是刚刚的落在格式化在这里 ，OK， 好、哦，那另外还有个叙述了，如果说 interior color， 假设你不用白的话。另外一个叙述就是没有颜色，没有颜色的话哦，你可以用什么？这个地方可以改，没有颜色叫 XL None， 这个叫没有颜色。那这个没有颜色哦，结果应该也是会一样，就是也是等于是变白色的哦，所以两个叙述都 OK。来，画面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、哦。